然后这边顺来顺去的，有个反的。算了，来抽个冰果好了。我又抽到圣诞差一版哦！其实我是在收决斗，骗到你的外挂，呵呵。这是骗外挂之术，假抽冰果，真牌一对一，想不到吧？猜不透吧？哈哈哈，还想来啊，外挂？啊，完蛋，他开大改。哎、欸，好像太早开。真的太早开，我忘记在哪里开了。好、哦，爆掉！忘记怎么跑啊！糟糕！啊！哎呀，一直补不满，好烦！原来你没气啊！啊！原来他没气了，在那边给笑。我忘记这关怎么跑了。还好还好。在那边给笑，因为他没气了。可恶可恶，吓死我！吓一跳，我以为他的尾要冲上来，就他没气了。刚才没撞啊。魔影怎么跑起来怪怪的？撑住啊 ！Nice， 还好。他、啊、那个好尾劲超给力的，差点被撞飞。我已经跑起来好容易断胎啊，他太不拖了。然后我路线又太像是黑骑士的路线，跑起来好怪啊。哎，不要玩神魔王，但我饿了，我饿在玩。最近都会玩一些不一样的游戏，我今天有在玩那个什么弹幕吗？弹幕游戏还不错吧？没有飞过去。你让一圈，我保养你全家。请问一对一要怎么让一圈？你干脆说我在终点前等你好了，好不好？干脆说我在终点前等你好了。
我这车哪里买的？是观众之力得到的。我今天有看英雄联盟的比赛啊，但是我已经好几年没玩了。太久没有玩那个，我现在少在玩游戏啊，除了卡丁车吧。不给你飞，毛笔最强的关卡就是这一张啊，因为他那个飞脚太好飞啊，谁知道这样子打，那我可能会被过吧。哪有裂？你要罚？我觉得我会被过，只能放了。那个点，因为毛笔要飞的点只能从那里飞，不然就没办法飞了。是时候进广告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可以，来喽，我们来测。我。看他认真一下，哇，前面也太快了。来车，还好。吓死我了，差点就要狙了。哎呀哎呀，还好，差点就挂掉了。最后还好过。我怎么觉得我这张厂长在后追啊？叫好啊，抓地啦！抓地啊，但他没抓地啊，他开气耶、欸！他抓地，他抓地，他抓地，来来，抓地间的对决，抓地可以上人行道哦。我的鞋带常常在绑的，对不起啊。嗯。哦，好猛哦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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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很好。可以的。召回他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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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抓地一浪一浪 ，nice， 我们很好，我没开气，哎呦，刚刚那个怎么会甩尾啊？我有甩吗？还好还好，一浪一浪一浪，认真对局。被发现了，再一次抓地，再一次抓地，抓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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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抓地对决。哎、欸，忍耐忍耐，来来来，快快快，按个广告好了啦，啥没有没有，没事没事，骗你的。啊！哎呦，好像很厉害哦，很会抓哦。
想力啊！嗯，哈哈，伟良，哇，这个贴弯太神了，想吸啊！哎，他吸到了。 做人谈到那对决，不准开机哦！啊，赢了赢了，我没有开，不是啊，那个地方没有速度。还好还好，赢了赢了赢了，OK 了，没有作弊哈。